这绝对是鲨鱼最极限的一把决赛圈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万万不敢相信平底锅居然如此神奇。平底锅保佑敌人，硬是没把鲨鱼补掉。你们觉得鲨鱼这把能成功吃鸡吗？开局鲨鱼没有选择去野区抓鲲，而是到航线没收底堡。看到底堡这么多鲨鱼，猥琐的笑了。由于太过变态，底堡下跑了一个。怎么才两个头啊？不是三个人吗？什么情况？是不是有一个撞倒了，还没流死啊？鲨鱼也是坚信自己的开船技术，开始倒计时。我倒数十个数，他就得死，信不信？七、三、二、一。虽然收底堡还不如自己野区抓鲲淘汰多，但这个圈型赌桥才是重头戏。上岸后本想找把步枪去赌桥，可关键时刻就是找不着步枪。再来个步枪我就够了，这个装备很好。外操 M16 狗都不用感觉都算不上步枪。 M16 你算步枪吗？除非有枪托，否则基本上没啥人用。16搞不了。哎，有撞火枪托勉强能搞。一切准备就绪，鲨鱼赶紧开洞洞堵桥。堵桥成功，到达海风大桥细节，把车一推，便可以开始每局必来的堵桥环节。依旧是熟悉的位置，熟悉的配方。到位。在桥上堵了2分半，由于闲得蛋疼，鲨鱼还玩起了爆炸猎弓摆造型。一声吼叫过后，也是成功把敌人吸引过桥。来了，兄弟们！别看鲨鱼这装备破，但丝毫不影响堵桥。两宝成功。炸到一点皮毛鲨鱼 M16 疯狂点射，还没把前面玛莎打完，后面又来一堆落单的。我的话，过。第二个敌人血条跟绿巨人似的，半天没嘎，鲨鱼只能浅浅收下一个人头，一顿输出猛如虎，一看人头就多了一个。敌人已经全部过桥。哎，都过桥了。鲨鱼终于可以改善一下装备了。我操，下线了！我的。炫了2分半，直接一波肥。鲨鱼生怕来人，不敢继续再舔。怎么说？没吧。虽然继续堵了半天没人，但鲨鱼相信自己。接着过呀，宝贝们，咱必须得接着堵，好吧？你们看这个队友，这个圈，我操，这么狗！这群狗分仔为了晋级赛也是拼了。这么狗，我这个桥往死里堵，直接往死里堵。妹子扛不住，受不了，直接做呼救器进圈了。走了哦，拜拜。嗯。进圈快，答的也快。我被打了，马六。我不是让你去锅炉，好像让你去黄点。队友不听劝，那嘎了也没办法。应该没人了。本以为没人过桥了，可没想到还有人偷摸开船过桥。鲨鱼火力打击，直接拿捏。刚打完，没想到队友居然还想抢包。我操！鲨鱼打个肾包，赶紧下去捡，就是不想给队友。OK。老子打的包，凭什么给你舔？下雨天我怕上不来了。刚好舔到了信号枪，骑着小摩托进圈，属实太危险。鲨鱼直接召唤装甲车。就停了。打个装甲车，队友被吓一跳。你打的是这个？是啥呀？装甲车。我以为你打空投枪呢。队友晋级赛非常怕死，早早就想进圈占位置了。这个圈，我觉得我们进里面安全一点，真的。等此时队友末药，鲨鱼也是非常大方。哥们，还有药吗？分一瓶也行。可以。鲨鱼是讲原则的人，说好一瓶一滴都不多给，把大气打在公屏上。把烟雾弹都捡在身上吗？捡二十个烟。我操，他妈队友怎么给？兄弟们，这队友属实是人才，带这么多烟，把家都给拉出来了。空投刚落地，队友就莫名其妙提到了自己。哎，你们刚打那个人是鲨鱼啊！我靠，开船那个，鲨鱼吗？这么狗，怪不得这么狗，好像是。队友此时压根不知道他就是鲨鱼。哎，把鲨鱼打了。鲨鱼本想进圈，可却发现前面有人。有人。走。没想到队友居然直接跑了，鲨鱼差点被敌人火力打爆。你妈的，跑了！被队友卖鲨鱼还是真是少见。我见过畜生，没见过这么畜生的。还好鲨鱼安全到达圈边，队友也刚好还在前面徘徊。鲨鱼不着急过去，先让队友探探路，确认安全便可以去。队友这位置可以。去队友位置，队友那边已经探过脸了。到队友位置后，里面虽然有人，但鲨鱼才不管。我操，里面有人，
我管你那么多，反正我坐在车上。把烟雾弹，小天，快把烟雾弹全捡了。我捡没下了。我二十颗烟，赶紧搞定。我也二十颗烟。说着说着，鲨鱼突然听到附近有脚步。你别碰我。哎，来人了，来人了！鲨鱼赶紧挪动位置，找狗分仔位置。你脸上是不是有个人、朝里趴着？果然，这老六还挺能藏，不过很可惜遇到鲨鱼了。钢铁会包的功夫，刚刚的满编队来了。我的妈！啊！鲨鱼还在这个位置，肯定必死无疑。鲨鱼赶紧封烟，准备准备。我的！鲨鱼命大，逃过一劫，开始上屋顶反打。高打低敌人，压根没得玩好吧？就是这个红螳螂格外嚣张。此时烟里还有鲨鱼土豆雷精准拿捏。跪下！就是这一波基础操作，队友居然说自己开了。一号，鲨鱼说你是挂，一号。鲨鱼说我是挂。有人告诉我。好家伙，现在太监都这样乱传话了吗？鲨鱼瞬间成了全队的希望。靠你了，哥们，给他们全打了。此时前面围墙有人，四号却被敌人击倒。鲨鱼帮队友架枪也被击倒，但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鲨鱼细节用屁股对着敌人。有多？平底锅直接抵挡了99%的伤害。鲨鱼突然又有希望了，开始自己最拿手的扛毒打法。鲨鱼从侧边一路扛毒到敌人附近，准备配合四号包夹。我操，他好像听到我脚步了。自己现在肯定不能乱动手，必须等敌人全部集中在一个位置才行。怎么得等队友先出手？还没等队友出手，鲨鱼就看到机会。队友，我准备出手了，你那边能不能准备配合一下？我能放到好多人，是不？这波配合简直完美，敌人只剩最后一个。来，就一个，杀了他，快杀，快杀！一起打完状态，鲨鱼猛攻拿下胜利。这波决赛圈极限吃鸡，就问你们还有谁？姐姐，啥玩意儿？灵性扛毒。直到打完后，队友才知道自己是鲨鱼。跟我斗。哇，一号是鲨鱼啊！鲨鱼被我打了，我变成了鲨鱼。如此细节的一把决赛圈，不得好好保存，看他的几百遍。吃鸡你也可以。看我直播。吃鸡，你。